是台湾原生品种的番茄叫中原一点红，有没有？它这边就是绿绿的，然后它是中原一点红。那这种番茄呢，其实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它这个红哈，是这样晕开的，一下绿一点没有问题。那你可以做一些就是番茄沙拉、番茄盘，但是它会慢慢的变红。就是它变红，它最好吃。我告诉你们。炒这个番茄炒蛋，这个最好。对，这个就是中原一点的番茄，也是我们台湾的非常漂亮的原生种的这个番茄。啊，要挑的时候就挑这个，这样子。